家是一个，就是说让爸爸做一个换尿布的一个育婴台哈、哦。因为其实换尿布当然不是说只有女孩子妈妈该做的事情，男生作为一个爸爸也要来负担分担这样的工作。所以人造跟好心委员，哎，在这边也是建议在我们男厕部分也增加这样的育婴台。让爸爸来多分担一些妈妈的工作。是，我想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男女平权啊，这个带小孩子出来玩不是妈妈的义务啊，反而是爸爸的权利啊。那我们希望这个爸爸带小孩子来玩的地方，至少给他弄个这个育婴台啊，不要像以前一样常常在马桶上面换尿片，就是第一个不卫生啊，第二个带来危险。那么作为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啊，能够充分利用，让他可以在这个做一个育婴台啊。让他可以在这里换尿片，一方面也可以做亲子的工作，二方面可以分担妈妈，让妈妈可以很安心的上厕所。那爸爸如果，分担点工作，我想对以家庭的和乐，对分担女性的这个家务啊，也会有很大的帮忙。所以我们呼吁啊，全台湾在男厕所的空间里面啊，应该加设一个育婴台。桃园市现在当然是我们人口进步。成长最快的一个都市、哦、那也非常年轻的一个都市，所以人造在这边呼吁我们桃园应该做一个表率，来率先来在南侧的部分来 设置一个育婴台、哦、因为年轻的爸爸在这边就可以在南侧就可以帮小孩子来换尿布这样，所以人造在这边呼吁我们桃园应该率先来做。